其实纪录片里面也特别提到说，曼妮老师对爱情充满了想象哈。你跟他在实际互动的时候，有这样的感受吗？对啊，因为我们大家其实这部片子有其实会反复的强调这件事情，例如说受访者也会讲到说，这个周梦蝶先生就是友情跟爱情是他最重要的生活的一部分嘛哈。那余光中先生也讲过，他是说周梦蝶的诗围绕的情这个字哈，他的悲情世界其实是跳过了社会，就是他个人的悲情，然后但是呢接下来他通常用的这个意象形象都是这个释迦牟尼啊，或中国古典的诗词所传达的一种古典之情、圣洁之爱。我有次注意演讲，我就是说，其实周公就是情爱磨难俱成诗嘛，就是说他所有的诗其实大家觉得很难懂。那我觉得如果你都把它想象成是说，就是他自己知道自己没有能力爱，因为他很年轻，其实就病弱嘛，后来甚至胃都割掉了。1/4哈，然后那他自己又很贫穷，那可是他偏偏对女性的要求又非常的高哦，那他家乡又有老婆，那我觉得种种的复杂的因素让他能爱想爱而不能爱，或是说自己知道要拒绝各种的这种人家对他的崇拜，所以难怪他诗写这么好啊。我觉得一个这么深情的人，然后他透过他的诗去慨叹，我觉得他所遇到的这样子各种的挣扎。不过，如果以你这样来说，他每首诗都可以算是情诗的话，你最喜欢哪一首？对，我其实，在节目里头分享那个《刹那》这首诗，它非常非常的短啊。他说：“当我一闪的正立于我是在爱着什么时，我觉得我的心如垂天的蓬翼，在向外猛力的扩张又扩张，永恒，刹那间凝住在现在的一点。”地球小如鸽卵，我轻轻地将它拾起，纳入胸怀。啊，这首诗非常的短。然后以前读的时候就觉得说，好奇怪哦，地球鸽卵，地球像一个鸽卵，为什么哈？他这句诗，他也说很多人都看不懂。对，可是你就会觉得说，你如果从头读这首诗的时候，想到说，这是有一首情诗的时候，他说，你爱着一个人的时候，就像，就是整个心就站立起来，然后觉得自己的心像那个。这个逍遥游一样哈，垂天的蓬翼，大鹏鸟一样，然后拼命的扩张跟扩张，你就知道他的那个爱从一个震动开始，可以扩张到整个宇宙这么大，对。然后当那么大的时候，他说其实就只能停留在刹那的时间的那一点上，你就知道什么叫不能嘛，就是说我有感受到了，可是只能停在这里。所以在这个点上的时候，他愿意把全世界。通通凝练成一个小小的鸽卵，然后但是他会好好的收藏起来。那这个爱他多珍重，非常非常的珍重，但是可能就只能到此为止。面对苦一般匍匐在你脚下的死亡与死亡，谁知我依赖过多少千千万万次，踏着自己累累的白骨。所以我们经常在想，就是如果有一天真的有人有能量的话，恐怕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像我们去读唐诗宋词是需要注释的。对对对，我觉得周先生的诗是需要注释的。对，那如果有这样的一天的话，我想读者会更能理解他，对，可以知道他的核心的关怀，然后他的诗的情意，然后抒情的想象，然后以及背后的这种哲学的思想。那当代真的已经不会有人再用这样的语言写诗了，真的不会有了。对，我想语言其实代表思想嘛，对，可以让我们思想更深层、更明确，或是说更富含更多的丰富性。我觉得这是欣赏诗很重要的一环。是，所以我想，尤其啊，像周梦蝶老师这种诗，更需要花力气去一字一个字去思考。我想这是对当代的，我觉得一般民众来讲，也许是一个非常好的丰富语言的一种方式啊。谢谢徐老师的导读，谢谢，谢谢。